是见好就收，自己慢慢的推到幕后去，做好演戏或者是歌唱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。那你尺度都 OK 啊？就是个演员，你为什么会有什么尺度问题？假设说真的有的话，那对手戏他觉得我 O 不 OK 啊？GBBS 娱乐头条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草爷，是最近在搞短影音的公司。就是培养新的人，因为其实有很多产品可以做啊，对啊，以往自己都是做娱乐，可是后面现在你会想要转做一些比较以产品为出发的东西，应该是说我算是一个统筹的角色，我把这些东西整个流程化弄好以后，然后让它 SOP 化以后，就让一个专业的人去做处理吧。长影音它还是有它的一个存在的必要性，但流量下滑是。正常的啦，差蛮多的，差现在五六倍以上有，我的见好就收，很多东西哦。我跟你讲，人会抱持着很多的希望，但杀死你的就是这个希望，因为你永远想着还有明天，然后你就可能就死在这个明天。就是人这样来来去去啦，当你看多了，你就会觉得其实做好自己就好，而且你心态也会放下很多。我觉得是社会会改变的。其实我会搞这些，我目的其实是有些东西我想要转幕后，自己慢慢的推到幕后去。对，然后可能我就自己去做好演戏，或者是歌唱。我自己是一个很会换位思考的，会站在别人立场去思考他的角度会是怎么看，可是无形之中就会揣摩出很多奇怪的个性，在打架的那个画面。然后那时候好像被打倒了，他导演已经喊卡了。那时候我受伤在地上，我觉得自己还是很痛，还是趴在地上，想起来，然后就手一直在抖，想要拿东西起来去修理他，就跟他对着干。就是那个状况，其实会变得你好像整个在里面了。对，我后面才发现真的会这样，就卡了以后你还在那个里面，可能要一下子才能收回来。坏人也不错啊。因为坏人他的发挥空间其实蛮大的，就像你反派，反派蛮好玩，就可以让你完全不像自己的去玩，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。那你尺度都 OK 啊？就是个演员，你为什么会有什么尺度问题？因为 BL 可能会有比较亲密的，你是可以的。应该吧。假设说真的有的话，那对手戏他觉得我 O 不 OK